嘴，再戴上我的小手套。丈母娘的酱都让我吃完了这一罐，弄点酱。就直接搜了。这个是备受争议的牛骨髓啊，但是这个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牛骨髓，不是假的。今天花了44块钱。哇，没拿个腊八蒜。特别油。好，走冰箱里面拿个腊八蒜，冰箱里面拿个腊八蒜，不是腊八蒜，拿个腊八蒜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在喝油啊。